原本设定的弹跳可能会比较快一点哦，结果他发现他接近靠近球的时候弹跳没那么快，要急刹停、急刹、急停下来去把球挡下来，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也在内野的部分哦，投手教练为了喊个暂停，那在外野包括了防护员，包括了中外野手张志豪，也都过去看一下陈子豪的状况。